好啦，睇到咁怪啊，个出入口形状。即系一个扶手电梯都冇啊！今次冇扶手电梯嘅，只系唔系呢个位咯。啊有啦，轮椅嗰个公仔咯。啱埋喎，嗰邊喎，跟你自己排咪知咯。睇下幾靚呢個美麗島。哇，咁多出口噶！咖啡室，咩嚟噶？唔好开启车门，多谢合作。咩嚟噶？储物室啊？唔卡哇伊嘅，都开得噶车顶。究竟乜 L 嚟噶？即系有头冇尾嘅。高雄捷运商品房，哇！边度啊？系成个高雄捷运嘅，作为第一个，应该第一个转线站嘅最靓就系呢个站顶啦，但我觉得几恐怖下，佢嘅设计好诡异喎。好恐怖啊！呢个设计可以撞紧鬼啊！好得人惊喎！你有咩咁吸引人啊？呢个咩艺术品嚟噶？恐怖过日本嗰啲喎！啊！佢嗰纪念品店喺边呢？我就呢个啦，系咪呢个啊？呢个系咪啊？系咩咧？我喺度搵啊！点解搵啲咁嘅动漫人物喺度卖嘢咧？咁恐怖！有，嗨！哦，揾下有冇？好啦，快啲揾翻阿妈阿爸先。点解小燕子喺度？及下先，睇下系咪净得个陈年一定有得买嘅？寂寞都有。请问有没有高雄轻轨的这些回力车？哦，是，好啊，一台。哦，我之前在台北找他，但是他说没有啊。因为只有在高雄有。哦，这么夸张，哇，拍一拍吧。哦，好吧，这个是多少钱？小朋友，对，小朋友不要进去。给我零钱。
没有。喂喂。就得呢度有就夸张，屈机啊！喂喂，不要进去，得跟你讲。嗯，什么头？不用了，我放在这里什么？好，那睇下先有冇个位压入。好，咁啊，唔会开住噶啦，应该。咦，佢黐实咗啊！咁快，系咧。等一阵啊，得，拍拍袋，拍拍直佢先。老豆佢哋咩嚟啊？佢应该识得揾嚟噶啦，同佢讲喺边嘅。哇，好善啊，黐线！OK 喎，呢个由台北走到嚟高雄，就为揾呢格嘢，唉，救命！好啦，开埋嚟睇下先。直木组添，不过唔会买。哇，系啱啱换咗货，因为佢嗰、最中间个卡有啲黑色嘢。嗯哼，暂时呢度冇啦。超正。喂，拉唔到拉链添，哇咁多人嘅黐线，好多人啊，恐怖啊，好污糟啊！